颁发我们的感谢状给我们这些表演者，也感谢他们今天带来了精彩的表演演出。好，那一样也是由我们的那个总监周杰帮我们颁发。好的，啊，我就顺便依序唱名啊，我们的古风歌手，来，第一位小左，第二位我们的莫桑，好，第三位我们佑希，哇，佑希的粉丝很多哦OK， 好，这一位我们的诗迷 OK， 要是大家呢喜欢他们的原创古风歌曲，或是喜欢他们的声音，等一下呢，他们下台后，你们可以去捕捉他们一下，可以去询问他们的 YouTube 的影片的频道，你们都可以去追踪他们哦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前方的照相机，我们合照一张。靠近点，靠近点，好，我们看前方的相机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的，来我们看一下左右两方的相机哦，有吗？有没有要拍吗？没有拍，我们就 OK， 好。接下来我们大家先留步啊，重头戏来了，我们的抽奖环节又来了，来来，哎，还有谁还没有来投我们的那个抽奖券的？哎，想错过这次抽奖机会吗？赶快来，赶快来投，很多啊，很多，很重吗？很重，是不是？好的，那我们这个抽奖环节呢，由我们的四位古风歌手来帮我们抽出这个阶段要抽出的奖项。啊，还有要投的吗 ？OK， 大家五秒的时间，啊，五秒会不会太短？还没。